在跟很多媒体讲我是时代的宠儿嘛，嗯，就说很多很多各种条件集合到了你身上，所以他才造就了今天郭敬明这样的一个现象，以及他的公司这样的一个现象。任何失掉一个环节，可能就是一个一般的出版人，而不会变成今天的中国的可能出版界里面每一个出版社每一个出版公司都在研究的一个范本。我们每一个做的杂志，我们每一个做的选题，嗯，我们做出来之后很快就会有仿效的产品，就大家都在以你为一个风向标和蓝本去研究，去在琢磨你到底在想什么。所以说这也是可能我觉得需要很多的巧合拼在一起才能达到一个峰值嘛。嗯，所以说这是大环境嘛，整个时代成就了我。对，时代的宠儿。中国的出版人像我这么年轻的非常非常少，我们所有出版社的老总级别，因为我已经是长江文艺的副总编辑嘛，我们所有副总编辑的级别平均年龄都在40岁以上，但我才20几岁，我差他们大概2代人。你说你像2代人的这个价值观和他们看世界的眼光是完全不同的，可能他们很多人平时都是不上网的，他们可能手机只发短信，或者说他们看也不去电影院也不看电影，更不用说去网上找最先进的美剧日剧来看，他们是不看这种东西的。但是我们会看，我们会了解全球的这种最新的风潮，这种流行的文化。所以说我对他们的商业模式会远远比他们要更了解。但是中国有很了解商业模式的人，但是他们图书这个行业毕竟太夕阳产业了，它不能产生那么大的价值，所以说聪明人都去做房产、做 IT、做电影、做娱乐去了，他们不会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浪费在图书这个上面。所以说这也是另外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说，本身你如果这个没有一个出版社的社长是他本身就是中国每年第一名的畅销书作家，这个太难得了，这个也很难找。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你是这样畅销作家，你还要很年轻，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你还要能引发年轻人的尖叫，你还要像一个娱乐明星、电影明星一样很 fashion， 你还要懂得这种生活方式。像我可能高中时代是在四川一个小城市成长的，那我不会接触到那么多的世界，也不会了解那么多的事情，但是当我到了上海之后，那特别是那个时候我开始写书，开始被社会关注到，对，那其实你了解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你的能力也在成长，你能够你的知名度所带来给你的机会也在增多，所以说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并不是说我从小我就能够预想到我今天可以做到这么成功，那不是的，而是说到了后面一步一步发展自己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去可以，你有能力去规划自己的未来了。我们公司为什么在成立的第一年就被福布斯评为中国就是最就是文化类的最具商业价值的一个公司嘛，就是因为我们当年的那个成本和我们的盈利实在是太夸张了，那个报表就那一年我们是文化类的最佳公司嘛，然后电影类的是华谊兄弟，然后音乐类的中国是泰和麦田，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很惊讶，就是从一个独立的作家然后到成立自己的公司，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每一个其实作家很感性的，他不是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能力去作为一个公司的运营人，特别是在我这么小的年纪去掌管一家我们去年做了3亿多的马洋出来，去掌管这么大的一家产值的一个公司，所以说我当时也在不断的问自己，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踏足商业这个领域，因为作家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印象中的作家就是活在一个很自我的世界里面，他对这个社会其实入世没有那么深的。对，我之前花了几年的时间研究了国外所有的他们的出版模式，他们的这种生产的环节，他们这种从上游开发，包括迪士尼集团，包括那个美国的兰登集团，包括可能日本他们讲谈基因他们的一些模式，他们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比中国强的一点就是说他们的立体开发是很一个垂直的，他们一个品牌可以从中间出发往上做，然后同时也往下做，对，它一个品牌的价值是可以，一个知识品牌的价值它是可以无限
限次的复制，然后去贩卖出它的商业价值。但是在中国，其实比如说故事图书作家，他仅仅停留在出书这一个阶段，他的周边开发是很小的。对，而且说中国的作家太过于单打独斗，他就是说一个作家他既要扮演一个作者的身份，同时他还要扮演自己经纪人的身份，他还要扮演自己出版商的那个身份，还要去跟出版商签合约，然后最后还要去想自己应该怎么来推广这本书，他还要去扮演这种喜宣的一个身份。所以说对中国而言，对作家是很混乱的一个他没有一个体系，也没有一个制度。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想，那我可不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第一步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后来把这个工作室变成了自己的公司。那那个时候我想，如果我要做这样的一个代理，比如说我要来经营一批作家，除了我自己之外，那我就需要有一个平台，就出来，那就应该是杂志。所以说我们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打造了《最小说》这样的一本杂志，它现在每个月50万以上的销量，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纯文学的一个平台。所以说只要在这个上面发表文章的作者，只要在这个上面我们去推广、去包装、去宣传他们的作品，就很容易引起这种社会广泛的关注度。所以说当我们掌握了这样的平台的时候，我们在打造新人、打造作家和代理作家的这个环节就通畅了。那一旦它属于我们之后，我们就可以立即来做它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时代允许我们可以张扬自己的个性了，但是在我们的父辈是个性是不允许的，你的裤子短了一寸都不行，都必须是同样的一个长度，没有解放他们的一个天性。因为他们那一代追求的是共性，就是说所有人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听一样的歌，看一样的电影，就他们那个年代一定要是共性才能够好好的生存。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可能我们追求的是个性，就是他们那代讲究我如何要跟别人一样，但是我们这代就变成我如何要跟别人不一样，我如何让别人可以注意到我，可以在那么多人里面唯独分辨出我来。那这是我们这一代所考虑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模式。所以说这两代肯定是截然不同的。